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我们修复的区域珊瑚覆盖度的提高，在苗床的周围我们发现了许多小个体的鹿角珊瑚，然后这也是证明海域环境变好的一个有力证据。建立健全以近岸海域为重点、陆地、海洋、航空、遥感一体化的生态预警监测体系，及时发现重大问题，守住生态安全体系。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